控肉饭是台湾传统美食，台中的陈明统控肉饭早在民国57年就开始营业，当初仅是在忠孝路上的一间小路边摊，现在是台中人控肉饭的首选。店内主餐有4种：控肉饭、排骨饭、猪脚饭、碎肉饭。标榜使用鱼池乡手工陶土锅来烹煮控肉，陶土材质的特色之一就是能使食材受热均匀，因此煮出来的每块控肉色泽与肉质软烂程度都很平均。使用温体猪五花肉，且每块厚度达1.5公分，瘦肉的部分滑嫩不干涩，肥肉则油光发亮，一口咬下入口即化，而且控肉的味道也不会死咸，香甜好吃，淋上卤汁老卤的白饭，真的是一碗接一碗，让人停不下来啊。